哦，好特别哦。那就打一会儿好了，那你们一定要好好学哦，然后记得备好速效救心丸，好吧，速效救心丸。没到16倍之前我们是不会糊的，现在只有2倍。好，他自摸了，打个一坨。好，他又糊了，现在可能你们看起来我很亏，接下来的话我们糊一下的话就会很大，知道吧。好，又打一个炮，打一个炮自摸，反手自摸3加。哎，看到没有，一点都不慌，一点都不慌。4暗刻，直接192万拿下。他的炮很小，不用害怕，我们放肆打他的炮，然后反手自摸，知道吗？啊，你看又来了，我这个3克很大的，你看没，我赢的最多。哎呀，超过了，我们得去下一个城了，完了我要破产了。算了，这一把和我没有缘分，兄弟们。这一把没有缘分。啥牌呀？不好意思，怎么谁家？啥牌呀？你就服，你就搁这边服，真讨厌。嗯，这一把兄弟们只能说各凭本事了啊。4万128倍，这个4万一定要自摸到才能血赚呢，兄弟们。我快点吧，我快点吧，无敌，无敌。你碰个灯啊，你不，哎哎，你真会呀，哎，你真会，你真会，谢谢你夸我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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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夸我，128倍，来来来来来，请你把你的小本本拿出来好吗？记录一下，学习一下，弗兰一把煤到底是怎么赢到128倍啊？哦，好大呀，他们都好大呀，他们的牌。输了。右边这家这么大呀，左边也是3连克呀，就我是个衰仔呗。那我也做客了。耶，这么大呀，兄弟们都这么大呀，就我最小啊。这一把运气好 low 哦，他们一顿嘎嘎呼，我真的，我不应该打阿条的。妈呀，这一把怎么回事呀？这3个人全是大牌子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牌都很大，都是16倍，3连克一摸就是400多万。啊啊！为什么啊？这把运气不佳了啊！我刚赢的全输回去了，这个系统有问题，这个系统就是故意的，故意让我输的。哎，我红中呢，哥，真就玩红中麻将，打摸不到红中呗。哎呦我的妈！他不会有3个红中吧？不是我的红中啦！好家伙，就是你们3个，2个人一人2个红中呗，出7个红中会死呀，出7个红中，非得有一个倒霉蛋一个红中都没有。我碰个屁，我碰了我也没胡牌，我也没金牌，我碰我给他海底捞，我是个大傻逼，没意思，太黑了。自从赢了那把2000万之后就开始黑了，算了，老天在克制。按摩摩机就很棒。